福礁上，咱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过七彩平安桥，也讲定七彩平安桥，来予咱善人信路过平安桥，会当消灾解厄。五福千岁，观音佛祖，万世爷公，大兴利，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过平安桥，请一定要配合本庙工作人员的指引和服务。防疫期间的规定，造成各位的不便，敬请多多包涵。今天大家来到咱南昆山大天后山来，参观庙宇的风云会。正月底为要来上香，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小小来过平安桥，感谢大家，感谢。所以比较，提醒大家拜个年哦，咱市长，谢谢。谢谢大家，咱的昆山大天路，咱的管理会咱张处长，咱副总干事李建斌秘书吼，李建斌秘书，很请咱的立法委员哦，洪正奇张局长哦，还有郭正惠局长，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大家午安，今仔日会使讲非常非常欢喜，在一万块的荣幸，来到咱南昆山大天路，咱的王爷寿庙吼，王爷宗庙来甲咱五啊敬拜祈求，祈求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台南市变成平安健康啊，会当咱祈福昌隆，尤其咱今日抽出了上上签的国运签可以说是。兔年金兔年的非常好的消息，也期待也期许我们恳求敬拜祈求我们五福千岁能够保佑台湾能够保佑所有的我们市民朋友们以及国人同胞，能够在2023这一年里面，国家有好的发展，经济发展民众有好的进步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祈求大家都能平安喜乐，谢谢各位。
今日我立完包六镇一环街五号。好了，没问题。来哦，来让梅登酒咖，你再来哦，梅登酒咖，你再来。